这直接就是用这个面，就是这个面，那个面糊的呀。哇，三十多过了，这一个小吃了，这是这个差不多了。这个和面没放鸡蛋。给它摘一点吧，摘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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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着也好吃。你姑姑干的石板面是最好吃的，但是俺姑姑干的软。那二姑就干了。